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宇恩。哦，今天来到这个小时候的回忆啦，游戏王怪兽之决斗。游戏的头发。哦，那我这是第一次录这个主题餐厅的一个介绍哈，可以大家看一下这个上面的餐点以及饮料。那我们现在立马去吃吧。我终于拿到这个限量的青眼白龙冰淇淋。那这次我主要其实就是来吃这个，因为它非常非常特别。然后我以前看游戏王的时候，我最喜欢就是青眼白龙，你看我背景也是青眼白龙，赞赞赞赞。好，我现在吃它的头喽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排一个小时才排到它，限量冰淇淋。那这个面条来讲的话，它算是比较偏软啊。那咖喱酱的部分的话，还算浓，还蛮浓的哦。你浓我浓，这个颜色就像陈思燕的颜色，它都是黄色嘛，因为咖喱。那鸡肉的部分我吃吃看，嗯，还算蛮嫩的啊。那它的骨头，如果大家有来点的话，小心不要咬到骨头。它为什么有骨头呢？因为它是懒骨头的嘛。现在要吃这个披萨。这个披萨是欧系式的天空龙，对，我个人觉得它还蛮帅的。那你看它上面这个绿绿的是造雷弹。好啦，那我们不多说了哦，来立马来吃一下造雷弹。哦，这个拉好长哦，哦，它气势会蛮重的。它这个番茄啊，你可以把它当成那个天空的肉来吃。哦，番茄很酸，外皮的话还算蛮脆的，还可以啊，但它分量有点小。如果它的这个外皮里面啊有起司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好，那我的那个正餐都吃完了，哦，他们的餐还在这边，哦，天空龙，然后城之内。哦，那这个是那个饮料附的这个杯垫，哦，我抽到的是这个无痕游戏，哦，那现在就品尝这杯青眼白龙，然后它的这个吸管也是青眼白龙，哇，那我有两只龙哎，你看看青眼白龙的这个液体好不好喝？你有没有看过《银河天使》？有个角色叫薄荷，你看那个蓝色就很像青眼白龙的这个颜色。不算难喝哎，其实这是香草味。如果我不知道这是饮料的话，我觉得现在也在什么清洁剂，我在喝清洁剂吗？那这个纸桌垫呢，如果说你要带回去的话也可以，那它这个可以拿剪刀把它剪下来当做决斗盘，然后你就可以在路上跟别人决斗，可是不会有那个声光效果。好，那来介绍一下它这个店面环境。它这边有一个萤幕，然后播放一些游戏网的游戏内容。它这以后可以给大家一起拍照，它就模拟黑暗大法师的这个五张卡，哦，头啊，然后左右手、左右脚这样。然后这边还有这个黑魔导跟黑魔导女孩的这个墙壁可以做拍摄。好，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周边商品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衣服。哎，你看这件，哦，连都擦，多肉，这是我的回合的意思。哇，还有那个千年积木的这个衣服，这个穿了之后马上变另外一个我的，对不对？这件白色的也不错哎。然后这是浴巾，海马跟游戏的浴巾。啊，这里那个立牌区哦，有四种，哎，没有，有六种，有这个黑魔导女孩，然后城之内，哦，青眼白龙啊这些，这边就有四个，什么四只游戏城之内，然后黑魔导女孩，那左手边呢，这边有这个海马跟青眼白龙，对吧？反正他们是一对的嘛。
好啊，这里是这个胸章，然后笔记本，这个是资料夹，然后这里还有这个黑牡丹女孩的饮料提袋，如果你买一些什么手摇饮料啊不好拿的时候，可以拿这个提着。好，那我今天的游象主题餐厅就到这里了。嗯，今天还不错啦，有吃到千层冰淇淋。好，那就这样喽，大家再见，结束这回合。